差不多知道了，这一波自选。自选玩什么？我自选，我要玩诺手，我要砍嘛。可以。行，谢谢生存表演艺术家，我玩个王吧。你不玩什么？你不玩什么？我来一手只能。你来都行吧，随便玩都行。你玩的是刺客吗？哦，不是，哦，刺客是第三把，第三把也可以我玩。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随便选是吧？嗯。怎么说？我觉跟得你这打把，ADC，我来打辅助，还是怎我觉么得这把随便选可以啊。那我说？啊，ADC 玩诺手不？你想玩什么？你想玩那什我么？玩诺手吧，猴女。玩诺手，玩个基佬给你加速，好好吸一波粉，好好表现，O 不 OK？你有没有那个啊？你要什么？你说，我给你来露露上单，俺们四保一。你想不想五杀？你说吧，你要我拿什么？你快说。这把咱俩是下把英雄。啊？我想想看，什么英雄好配合怒手？我想想看。基佬可以给你加速，行，还可以给你你来一个，俺们都配合你。那我就基佬不太行啊，不然你要不要整个乌鸦？我们双帝国。我给你整个上路基佬。也行。上路基佬厉害。对不对？你能拉过来，我也直接拉。就是乌鸦是吧？行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乌鸦什么？对，哎，帝国 ADC 是什么？帝国 ADC 是什么？德莱文，我没玩过，一次都没玩过，这个他妈接不了斧子。德莱文好垃圾。德莱文得捡斧子，费点劲呢。行，那我拉个乌鸦是吧？啊，行，OK。那我玩什么？我在想，你玩泽拉斯是吧？对，我泽拉斯。OK。你来个死哥，来个五雷轰顶。死哥，我上路卡尔玛，行啊。猫咪没什么用，猫咪这个东西很垃圾的。对，有很多弹幕都说猫咪卡尔玛，露露宝石，这其实说实话，主要是什么能控到我就能追着打了。对呀，啊，猫咪这个东西他妈的太依赖于要这个人操作了，你懂吗？很垃圾的。明白了，选一个不依赖操作的英雄。那我不玩德拉斯，那我玩什么？我整个莫甘娜。闭眼选英雄。行不行？OK。确定乌鸦吗 ？UZ 确定吗？确定，不然要不要来点其他的 ？AP 有点多呀，这。你要玩妖姬吗？ AP，那我就瞎走，那重点。玩啥？到底玩啥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我们俩，我就乌鸦了，好吧。他俩下路打野来一个，中单来一个，我打上路。你随便选王继超。辅助是带什么天赋啊？对你选这个，有没有我就配合你一手，我给你来个 AD。辅助我知道。这什么什么黑眼手哥？等一下，来个这玩意儿呢，我好好想想，随便混吧混吧。我在正常吧，差不多。我们这把还没什么 ADC， 到这把后期还有。我奥比亚马呀，我卢锡安。行不行？推荐什么？你推荐黑眼维恩，这不都行吗？啊，电刑，卢锡安吧。电刑恶意重伤，眼球收集器，终极猎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传说韧性。我知道了。而有些人。你带疾走是吧？那我带个治疗好吧，还是带点蓝局的？点蓝吧。行，完来不及了。哎呦，我操，来不及了。我不知道这点没点完呢这。我带了个夏目通，我跑的会比较快，好吧？好。因为我看到你有疾走没有？到时候如果一起，如果人多的话，我们一起。四保一，哦，俺们不得有个 ADC 吗？ Okay, okay, okay. 这。没有，我带夏目通。这把不选卢仙，傻逼！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看我玩卢仙。我们这都绝活了呀！过分了。若是我不肯亲手做饭，没有人，我也不会要求太多。来，我一赛刀出门，那不行，那没，真没。来，没这水平，说实话。我学了艺，我已经学了艺啊。等一会儿啊！来，别出去，别露头。我开闪现拉，怎么说？别！你等一会儿，哎，我可以。一会儿左边出来五六个，好。对，然后这里会卡牌给你丢牌，我们直接杀卡牌。
那装一下，装一下再继续装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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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。快快快！我马上有下一个医生。来，站站站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行行行，回家了。哎，上当了上当了，这很明显啊！我们这演的他妈的这么浮夸、啊，我操！这居然没有翻译过，反应过来，这我这令我震惊。我真。真真喜来的红素海。回应一下，回应一下，要不然没有联谊的那个啥。枪不离手，不需要拔枪。不是，这不是剑，简单玩一下嘛？这个游戏不就是这样吗？玩一下嘛，对吧？图一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英雄联盟战术它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图一乐。有两个友商在一套。太坏了，太坏了。哦，你去的 W 啊，杀不死吧？对啊，我去 Q 也杀不死，杀不死，杀不死。那你说 B， 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咋了、哎？我也死了，我靠！耶，这他妈辅助乌鸦为什么感觉很脆呀、啊？可是乌鸦本来前期伤害就不怎么高。是吗？对啊。凡是我杀的都是害他。啊？我两级修无情铁手吧。行行行行。你待会拉过来，我再拉。对。如果你拉得到，你拉我再拉，然后我留个 E 也可以，都行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双招了。哦，那没事，那等我，我先手，我先手好一点，我先手可以卡两个被动。我这坑好准秒啊！应该可以杀了，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太行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刚刚好三级，不行，不能瞎用了啊！没有显动没了。哎，到底知道在哪里啊？哎，新的，哇，漂亮！完了，没事没事，回来回去，回来回去，回来回去，棒不棒？啊，棒！哎呦，变形！这开始就1000法力值了。我逼了啊！你砍吧。我也不知道。还有加血吧？哎呀，漂亮！我还有助攻。哎，这个150块给的可以，兄弟。正好差点钱。哎，我们这只是配合而已。闪现能操作，操作不了他。对啊。他电刑，他刚才打一下，要没打着我，我就没打死我就闪了。嗯。不太行事了。想要杀掉已死的东西，需要的是。其实是交闪了，猴哥，猴哥刚才其实交闪了。谁交闪了？都没交闪，好像。包子交了。啊，包子交了。我走他，怎么走？怎么 OK？ 我在。我往这边靠啊，他们露露好像。啊，那露露跑了，还没 W， 还没 W。你被变鸡了。哎，我操，他有，他有我，他变鸡我。你吃，两个的吗？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尊重他们了？啊，不太合适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别问问就是不知道。不是，别问啊，别问我，我不知道啊。老大说那我害我叫不到的，我没闪现。我主要我以为我能杀。哎，我吃一个，吃一个，没事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没事，不用控吧，直接推吧，没必要控线了，没必要，随意点玩啊，随意点。行，咱们约他们吧，约他们吧。你能拉到我就能跟着上。我这不着急的。我来了就我准备好了，怎么说？要直接动手了。没事，你没事没事，不着急，你踩夹子。吃了个夹子，我吃了个夹子。没事，你就当我打下，我趁工资装来着的。我准备好了，兄弟们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推了，我们就有线就推吧，没必要。还有大的。
他飞不过来呀、啊！不注意，他还是有大。怎么166延迟？先开个疾跑，我先开个疾跑。我在干他，我在干他，对吧 ？OK OK OK， 完了完了，能碰一下不？碰了，我来的，我最后一枪枪毙他的。这怎么哎？这人怎么反着射大呀？龙哥，到你上去了。啊？你？我没血了。没事，那你先逼。那你给我要他。啊！我先逼了。到你再。我150延迟啊，我有点卡呀。杀！哎，杀！在干嘛？哎，我回得去吧。哎呀，好卡！我160延迟啊！我的妈呀！没那个自信。哎呀呀呀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希望太爽了吧！我回家做个时光啊！我操！四个没回家了，哎，算了，不回了，拉一下不？拉不到，拉不到，这个位置拉不到，没把握。我来了，峰哥，我来了。我就拉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推线吧，不要再，不要，峰哥，来，无情接手，打掉了。我们碰到了，就没啥意思。但是两个无情，我伤害很高，我伤害很高。哎，救我，救我，救苹果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救了，陆总。好，行吧 ，OK。来了。这还就，那我跟他黄闪 PK 了，太顶了！哎，你这都能单杀了还就，我以为，我们给他勇气。我的网稍微出现了点问题，兄弟们。没事，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刚才有点问题，现在好像好了。我重开一下直播啊，现在好了吧？没，有点卡，略微有点卡。算了，两秒一，假装走了啊。怎么？来，吃狼，好走，来吃狼。OK， 来，哎，东总，哎，算了，哎，我应该等你 W 好，然后我再跟着你。对，拉稍微早点，没减速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放箭了，放箭了，哇，漂亮，抢了，帅不帅啊？帅，我先走了啊，帅，工资装叠好了吧？哎，我感觉你刚刚凯哥今天晚上这干嘛呢？这是要杀人呢？我说的很好，哎，对，但是今天锻炼一天，真的感觉好累啊。卡牌过来。累是身体的，猴哥，啊，我看着，哎，啊，这一厘米飞大呀，这，你退中吧，他，我已经38层被动了，我加了额外190点生命值，我的天老爷。这么远都能吃到。195，38层呢、啊！我的天老爷！我们家这个被动是什么？这38层是扎比的被动吗？就是拉人也算，然后他尸体也算，知道吧？然后那个 W 也算，拉人炸都算。我走。哎呀！如果他三个就超鬼了，怎么说？操！动手。这玩意儿挺吓人呐！他们那个辅助好像不想来下了，我们把下塔推了吧，给他们结束痛苦。Q 到我的，我怎么不打？冲着线杀就没这个必要，老老实实把线推了吧，把塔推了。把你击压了，你可以上大补。怎么弄？好脆呀、啊，这英雄啊！我又开始了，无情，哎，两个可以吧？牛！哇！牛个屁！我感觉有点过分。过分！我赶紧把塔拆了吧，结束他们。把塔拆，赶紧结束，对对对，这样玩的不太好。赶紧的把塔拆了，我们待在下路，这样一直发不太合适。防御塔拆了，我操死你！我先走了，杰斯去下路了。你妈防御塔差最后一刀，我日你哥，没蓝了呀！行吧，下塔也拆了，挺好的。对，至少解放下路。主要下塔如果不拆的话，到时候一直杀很尴尬的。那下塔拆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，你懂吧？哎，
那我们去其他路呗。对，我们去其他路。哎，怎么说？准备开吧。我相信你可以一打。OK。哎，他鬼了！来，给你开炮，我背他，开！来，我再拉一下给你。OK， 你拉你的。高俊，我拉给你，我拉给你，来来来，你来，不知道，哎，放他一个，哎，你来。我这假装让来让去，他妈的，这事情让他的嘴都笑歪了，舌头都露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听你们这个说话的方式，舌头都露出来了。我得放他一脚，他吐了。没 A 出来呢，不应该呀，这下没 A 死啊，也这不应该呀。打完能不能包一下？可以我都 A 出来了，我的别人这枪都别人出来了，没打死啊。我打死。给我来，让我来。我来。咦咦，真令我震惊。可以。我们就差上路这塔没拆掉了，还有什么说？直接拆吧。这个其实怎么说呢？这只能直接拆了呀。没办法，实力不允许。对，实力不允许。没办法，这只是本能，你知道吧？本能啊，确实。需要我不？应该不用吧？有没有救我？求救了！我再往这边，我马上过来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救你！救我！求你了！我过来了。你太慢了，你为什么不 A 这个爆果实？这个奇形可诛，遇到没？还没有。这就是你的五杀吗？好走位。你太灰了，没办法呀。你不 A 这个爆果实，我是很失望。只要我第一时间走快，没办法，跟不上。你 A 这个爆炸果实，他妈的，你拉三个，我还有机会活命，你知道吧？有机会啊！哎，那你还是有机会。没事，我起飞了。哎，我以为你要五杀了。我其实也感觉我这一波可以杀很多个，就感觉瞬间起。哎，三股。我上路来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我到了。僵尸王降神了吧？这就是。我到了，死了，没事，死了。好杀的。哇，好大的！哦，你这也挺过分的呀！我和于教授有个约会，于教授，你看过这部电影没有？看过一点。你闪现拉他，拉不拉？没。闪现拉吗？等一下。闪现拉。我拉了。我也拉了。就一个人，没事。跑一下小兵怎么不行？哎，哥，这个我来。好，我来反杀他。哦，没事，我帮你报仇。好，他没躺，怎么说？别动手，他水晶的，交给你。我觉得他要送塔，我应该动。不是，我担心你比较重炮了。打不打一波？三打五打不打？我 ADC， 我那不是打，我这位置有人头。这个费点劲吧？王者走位啊！王者走位啊！这个，我操！我中了，要打不？没事，我装一下，看他们来不来。啊！哎，这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我来了！我包了，中了！没事，我帮你挡着！可以打，岳飞，别跑！我来了！哇，你这没刷新吗？你没刷新吗？我刷新了是吧？有没有闪？没闪。我靠，这么失望。哎，我们来先锋一波吧。好，来个先锋一波吧，等他吧。OK。回家，我的西兰刀。我要来一波五雷轰顶。我操，我下面有坦克。然后水果吃掉了，没有果子吗？哎，我真的好恨啊！为什么这里有堵墙？建议把墙删除了。蓝 buff 吃了。哎，你到我巴不得把这墙都给咬了。嘿，好家伙！我先开爆。这里怎么说？
行，你们要越吗？要越不？把他血杀了吧。嗯，小可爱是吧？哇塞，这伤害，哎，这不太好吧？哎呀哈，虚虚这么高吗？嘴巴上说不太好，手起刀落是吧？这没有什么所谓的，没办法。哎，停停停，给我！哎呀！一会儿吃鸡来一把求你的，现在最尴尬的就是斗鱼没有安排吃鸡啊，他就是安排了三盘英雄联盟，你们知道吧？UZ 拿到了 MVP， 实至名归啊 ，UZ 啊。上次安排了吃鸡啊。那吃。